是国民党的杂牌军吗？怎么还有神枪手？你不是中国通吗？这座济南城是通往黔庄的必经之路。如果我们占领它，黔庄的粮仓指日可待。小月君，这场战斗。 关系到了整个中原的战局，你心里不会不清楚吧？明白。陈局长，没事吧？
擒贼先擒王。属下命令，马上发起总攻，好好表现。嗨。快进洞吧，快烧饼，快走。